天来到大明路这边，大明路我们很久没来了，对，然后在那边新开了一场，然后我刚进来就发现一件特别的事情，是吗？整场都有夹瓜，对不对？对，整场都有夹瓜，人家都放在台上，你看这老板夹瓜丢在地上，应该是这一台上面的，全部都在地上，是不是帮他捡上去啊？我们一进来就看到这样子，好 ，OK。然后我们以前大明路的场在那边看到有一点怀疑，我们今天计划就是用阳朔来打台，阳朔还打台是不是，对，跟大家拼阳朔，没有跟他拼完头，我们跟他拼阳朔。他有看到一版配率不错啊，他是加那个狮子精，可以抽两只小小兵一个号码，你看他六十号，然后有两只，他是打这个，然后一头是十块，不好甩，先拉一下好了，哎呦。这老板感觉很喜欢热闹哎，什么意思？他那个音乐开得好大声，他会丢那边，所以先夹这边。右门外丢，右门甩起来，智障智障。哎，我这个挑的很棒哎。这个反正就给他打的，一抽就要给他下去。确定？对。他反转超快，而且你看他二抽完之后爪子会松，要不然他爪子好紧。对。然后捏得很薄。就是会第一个就要吃饱嘛，一个饱换他两只小小兵也是划算的。这个饱多少？290。我是觉得先把他丢到那边去啊，因为他的弹性不是算很简单的那一种。哎，这也要稍微做一下路，丢着丢着就会出来的。对，可是这个还是要做一下路啊。啊，全部把它丢到前面去，这样我可以出好几包啊。看一下，差六十，全部都拿来做路了。丢。感觉再一包就会出了哎。啊，我要先把这边全部拉一拉。应该保下面这一包，让它掉下来。哇，没过，怎么可没过？35，开始来收一下。哇，啊还开了！它捏到那种极致宝，它才有可能会下放。翻它嘞，夹后面那一包。屁呀！丢出来不行哎，全包也不会外丢。哎，这么一点点，它是勾住它哎。哎呀，捏到这么薄。我选一个，这个。有没有零？没有，他加六送这个。现在两个了。哎，加后面那包。没有。只要捏到有够薄。哎，都这么薄啊？这个。都是三。我觉得再加一包差不多。这一包差不多可以结束了。喂！啊，加几包？四包，好，差两包。你要那个轮圈套吗？我没有很想要啊，但是我觉得就差两包。我还宁愿用狮子精呢，那是送呢，好送啊。来了，要捏到小脚脚这么薄。好，这样就丢不回去。我要燃烧一下阳寿。好，燃烧。接着50。这里四条收零，哦二零啊，开包啊！哎，它是真的两只是不是？是两只啊！哎，多了，出来！哎，这种要出不出的这种牌子最强，燃烧你的阳寿。现在几分？现在几分？现在要看时间。48分。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，就是你了。没有。好 ，OK， 好，加六抽。这怎么不是狮子精就是卫生纸？这种牌基本上枪位打一打就走了。
喂，哇，什么意思？我也不知道哎。像你也能到那边去，也是很厉害啊。滑哦滑哦，都到那边去了。喂，那再丢过去应该就出了吧？对啊，就会哎、欸，哇，超强！这么一点点居然还不脱，全被卫生纸垫。喂，我靠，这个好厉害哟、哦！哇，这样居然丢了回去耶。哦，他要让它弹出来啦！屁呀、啊，最好是让它弹出来。这后面可以拉个几包下来吗？可以哦，四三二。这个捏宝如果捏得漂亮的话，我跟你讲，外面的公仔没有什么我打不出来。出！哦哇，他居然没有一次两包哎、欸！我对他一直丢回去，我觉得很好笑。我觉得很厉害，我觉得好强哦。但这样子，我四十五度角，他应该丢不回去了吧？嗯，他就丢正门啊。有有有，他还是丢得回去。要让他弹出来吗？我不知道，我现在不要搞。还是用甩打的让他滑出来。我四十五度这一个看可不可以拍？拍不了啊，因为他有中压，他延缩跟中压，所以拍不了。对不对？嗯，再打一刮就好，这个打起来不太舒服。保夹，保夹了，这莫名其妙就保夹了吗？嗯，保夹了。五、四、三、二，它延缩有点高啊。这样它就夹不紧了。对，换台。哎、欸，可不可以夹这个啊？为什么我们要在这么难的地方夹这只粉红咖喱巴拉？没有，因为上次那只被 Nicky 咬过。我们家狗帮它剪头发。上面头发变平的，变庞个头。这台这样子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哟，超大甩，下线长度有够长，我觉得这台蛮好玩。喂，不知道，我要先试一下台性，看可不可以用摸的，摸得动呢，可以吸。喂，吸得了，37号，这里不就有粉红卡比巴拉了吗？爪具，夹二换一，哎，换几位？夹一刮一，哎，这个就不用拼阳寿吧？上面那么便宜，拿我阳寿换划不来吧？随便刮一个，13，没有，它全包自己会外丢，哎，好神奇，这只很可爱呢。粉红色那只啊，妹妹已经跟我吵了，她看到她被剪头发超火的。剃平头哎、欸，他不知道怎么咬的，怎么有办法咬到剃平头啊？外丢，没有，炸，有了啦！我今天真的吃超多饱了，我今天啊，这样也不行，要不要饱一只啦？不可能，妈，我在饱剃光头，我跟你讲，真的假的？真的，你小心你的头发。那吃饱我马上剃光头，那么热，我打完满头汗了呢。哎、欸，外丢，结果没丢出来。包屁股有办法外丢啊？哇！你准备要剃光头？不能帮我剪掉。刚叫你保夹夹那只哦。不打，我不打。有这只就好，妹妹有喜欢这只就好。嗯，我把剩下的钱投在这里，就拼这台了。要等他来一个枪位也是不容易。丢！喂，赛道。他捏到很薄，其实就是下放了，但是要捏到很薄。它有一点点爪具，所以你要很薄又没办法到很薄。你写的空手手，再打一个洞就好。哎，只有60洞，才20洞而已呢。有没有零？啊，没有没有没有，不打了不打了。
好啦，我们今天就是在大明路这边回味一下啦，很久没回来大明路逛。对，然后刚好看到它有一场新场，这算新场吗？刚新开的，开没多久，进来晃一下，然后想说那边都是夹瓜，靠一下看看有没有运气。所以今天看，今天是没有，没有。哎，说到我们前几天人家破店面给我，我们昨天去看，然后我下定金，然后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。我想要再开一场娃娃机台，可是我不要开几场。你们有没有什么好建议？然后还有，如果你们有二手机台要卖的话，菲洛丽二手机台要卖的话，可以私讯我一下。我现在缺机台，我大概要30台。如果真的买不到，我就是买全新的而已。OK， 也是整这样子。然后我们现在刚租下去，我还不知道他说什么，但是我老婆已经知道了。他说他要做那个日本的那个迷你机台。对，他跟我说他要一台迷你机台。我想要摆着玩。那一台迷你机台要50000块。然后他跟我说你要摆着玩，好，算了，我相信你爽掉。之后我们再公布地址在哪里了。对，现在还先不公布，因为现在就是一切都还在筹备，刚下定金，礼拜出国，等我回国之后再处理这个店面。那我们今天没到这边，如果你喜欢我影片，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开小铃铛，我们下次见了，拜拜。Think it's empty again, better fill it up before I go.